只号称狼妖红的柳叶瓶，岛主和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这是我花最多钱哦，然后哦，以前我还是最多的。这在国安行里，这才叫捡漏的。又是什么宝物引发现场乱起了吃？玉扇枣糕开始。3号 ，A 玉扇窝头。岛主夸宝，夺宝人论宝，辨真实假，价值几何？精彩就在一锤定音。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一锤定音，我是主持人朱毅。首先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静荣先生，欢迎李学伟先生，欢迎施俊超先生，欢迎三位，三位老师好。今天我们依然有大奖，为我们今天提供最终获胜者奖品的艺术家，我们荣幸地请来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职业印人田磊，田老师您好。田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职业篆刻人，其制印风格偏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在他的篆刻之中，既有工稳的硬朗，又有写意的洒脱，力求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更多的率性、情趣和思想。其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在国内艺术大赛中获奖，那么今天他带到一锤定音现场的又是怎样的一件作品呢？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一方鸟虫印镜观。这个鸟虫印啊，自汉代就开始有了，古时候称为谬篆，就是把鸟兽虫鱼等元素融合在一方印里面。编款呢，我是引用了王维诗句里面的四句话，叫镜观素尾，俯映白沙，山鸟群飞，日影青霞。用这个杨文的小楷来刻的，这个石材是青田石里面的风鸣青。好，谢谢您。今天这枚印章会为谁所得呢？这是我们今天六位夺宝人要争取的目标。在这里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一锤定音官方公众号。那么添加之后呢，您可以在上面进行答题和了解我们每一期的精彩内容。如果您答对的题数够多，就有机会来到现场抽我们的夺宝人，争取我们的大奖。今天我们用来计分的古代钱币依然让大家大开眼界，这枚钱币很古老，很少见，它的名字叫源自还钱。还钱，请看短片。战国源自还钱，圆形圆孔薄饼形，面背平移，厚肉薄圆，穿孔圆和外圆极薄锐利，面纹篆书圆，背无纹。还钱有来源于纺织工具纺轮和礼仪装饰用品玉璧玉环两种说法。先秦还钱有以金、画、珠两为价值单位的三种类型，分别流行于周王朝与韩、魏、齐、赵、燕和秦国，有七元一金，共半金、元、吝、爱画、重一两十四铢等。还钱较为稀少，最常见的源自还钱目前市场价格为1500至2000元。从大家的掌声听得出来，大家对这个钱特别感兴趣。答对一题，我们就会获得一枚今天用来计分的这个钱币，叫什么？战国源自还钱。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今天的信心怎么样。一号，我的夺宝宣言是一锤定音，只为你而来。二号，我的夺宝宣言是学习文化，带宝回家。哎，好。三号，我跟朱毅，我们是同行，我是做，我听着就像啊，我是做财经节目的主持人。啊，我今天的夺宝宣言是遇见真品，出击夺宝，据为己有。哎呀，这些字儿都比你们多，这我们同行的，祝您成功啊。四号，爸爸喜欢书法，然后我要勇夺印章送给老爸。哦，这是要给父亲准备的礼物。好，五号，我的宣言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六号一开始骑摩托来了啊。我的夺宝宣言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哎，好，这词儿好，好，欢迎各位。好，
第一组两件宝物马上要和大家见面，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一只清康熙郎窑红柳叶瓶，器身细长，小巧精致，是柳叶瓶的典型样式。周身施郎窑红釉，色彩鲜艳有光泽，瓶底无款。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一只清光绪窑变釉双狮耳炉，保存完整，钧窑生产的红釉窑变炉，釉色厚重，垂流自然，下部有深浅不一的斑点，炉身两狮耳，威风凛凛，炉底无款。那么两件同为清代的红釉藏品，一只小巧秀气的康熙郎窑红柳叶瓶，一只沉稳凝重的光绪窑变釉双狮耳炉，哪一件宝主的描述和事实相符呢？第一组的两件宝物，有请两位宝主。我们欢迎来自吉林长春的于成先生，欢迎来自浙江宁波的马昭芬女士，欢迎二位。浙江老师好。二位好，二位好。浙江老师好。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于老先生您好。主持人好。您好，大家好。您这个是家传的吗？不是啊、我是六年前、我跟朋友逛这个古玩店的时候，偶尔看着这个瓶子，在人店里搁着是吧？在这个门后放着。我看这瓶子这个外形挺好看，挺漂亮。店主说是这个清康熙郎窑红，您信了？柳叶瓶，我也不太懂。我一看这玩意挺好，他要价挺高。要多少钱？要3000块钱。我说你便宜点，便宜点。这会儿他说那咋多少钱？这会儿我说，他说你看你是多少钱？我说1500吧。就是1500，砍一半，他认了，他1500就给您了。寻思半天说行，这不错呀、我也不知道真假，反正我就挺漂亮的。1500买一高兴也行，是吧？挺漂亮，我就拿回来。您拿回来之后研究了没有？有些朋友看了有的说假有的说真，我也不太懂。有的说霁红，有的说郎窑红。有时候真，有时候假。最后您报名报的是郎窑红，我就报郎窑红了。要是真的，我就给我孙女留着。如果东西对的话，对了就给我孙女留着。要假的，我就查，弄个花插上也挺好。你看这个，咱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尤其退了休之后，我们搞点收藏，对，没准呢，给家里增添了很多的乐趣，就是个乐趣，多了个乐趣。就算是不对的也无所谓，是吧？无所谓，只要你别花太多钱，是吧？这是我花最多钱的。1500还是最多的。我基本上一是800、500，就是那么。没靠工资。我替大家都问的差不多了啊，大家自己判断啊。好，欢迎于先生啊。马昭芬女士您好。对，您好。您好，您也经常这个逛古玩城吗？2000年开始，每次到外面去出差了、什么开会了，我都要逛古玩城。这女同志有这爱好的真不多呀。我就是喜欢那个逛商店不去的，就是古玩城。古玩城，古玩商店。这是在哪儿的古玩城买的呢？这个是我们一家到南京去玩，南京的，在南京那个文物公司。文物公司里面东西很多，但是看见这个东西好像很特别。有隐隐的透着一点蓝蓝的光。发蓝光是吧？这个器型也很端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很喜欢。那当时您花了多少钱？当时这个是18000。是2009年的时候18000啊。这个没有款，当时问他，他说好像是雍正的，但是这个他说也没有注明，因为他说怕以后有纠纷什么的。我看看这个东西，清晚期总有吧，就买来了。就是店家卖给您的时候，他没说他是什么，只有一个价格，就是18000。对啊，这种情况也常见是吧，石先生啊？这在古玩行呢，这才叫捡漏呢。如果东西要对，那就是凭的是眼力。如果东西不对，那你就认栽。其实这东西就古玩，这东西就是新老之分，很正常，是吧？很正常，没有真假之说。所以咱们这位大姐也属于是艺高人胆大。你想2000年玩，这也是老江湖了。对，老江湖。好，听一下大家的意见，从1号开始，1号觉得哪个对？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更偏向于柳叶瓶这一条。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直觉。就是康熙也有便宜东西，是这意思吧？对。2号。
我也个人认为这柳叶瓶比较真实。这个对哈。因为这个大的器型蓝色这方面，我觉得太全乎了，所有古玩上的东西它都有，而且还显得特别旧。我个人认为它这个做旧的可能性就大了。这个案件呢，证据太齐全了，里边有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是吧？反向证明一下啊！听一下我同行的意见，来，三号。可能我的意见跟之前的两位不同。哦，您说一说。比较倾向这个叫摇变釉双狮耳炉。耳炉，哎。我觉得它上面有一种这个锈迹斑斑的这种斑驳感，很有这种历史感。我的直觉，我觉得更倾向于这位阿姨带来的这件宝贝。这个理论也很充分啊！我们听一下四号的意见，来。柳叶瓶呢，我觉得这个底有做旧的嫌疑。哦，然后这个底足是吧？对，从这儿能看到。因为狼牙红的底足，它一般来讲没有款很正常，但是它这个是应该有开片的。嗯，我印象中是这样。好。哎，五号，我也觉得是蓝色比较那个可靠，因为那个瓶这边这个瓶子的话，它实在是我感觉比较新，没有那种年代感。好的，六号，我也是觉得这个双狮耳炉光绪的这个是比较好的，从它的包浆，然后还有这个整个器型方面是符合我们清代人的审美的。符合你们清代人的审美是吧？你说你这打扮的跟溥仪似的啊！好，好，接下来我们请一号到六号夺宝人做出今天第一轮的选择。如果认为清康熙狼妖红柳叶瓶描述正确，选一；如果认为清光绪窑变釉双狮耳炉正确，选二，请。好，田大师也别闲着啊，他们都选完了，您觉得哪个对啊？我更倾向于那个双狮耳窑变那个炉，哎，您觉得那炉是对，对，完气息要舒服一些。好啊，反正大师说的这是也不影响你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六位夺宝人第一轮的选择，请看。有两位认为瓶是对的，有四位认为炉是对的。好，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静荣先生宣布，第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其实是清清光绪窑变釉双狮耳炉，恭喜马高芬女士。好，三四五六号各加上了一枚我们这个钱币啊。一号、二号，你们这轮的判断出现了一点失误，这个不能叫清康熙狼窑红柳叶瓶，它的正确说法是什么呢？杨金荣先生，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狼窑红这品种，中国传统的这个高温红釉出现了三种，一种红釉就是您说那个叫这个狼窑红，真正的那个狼窑红啊。它那颜色是像牛血一样，而且它那个流的那状态啊，也像那个牛血，那特深沉。如果是霁红啊，霁红什么样？跟您这颜色差不多。哦，这像霁红啊。您这像霁红。然后还有一种红啊，就更名贵。那是豇豆红。哦。啊，就是它特别润，红豇豆那。哎，这润。还有一种那个名称叫美人醉。啊，就是说像这个妃子啊，喝醉了酒以后，那红扑扑的那脸颊，三种颜色啊，就是，狼窑红，一般我们形容就是那釉色特别奔放，它一奔放了以后，您想这个，是不是都装饰在器物上那头，做大件儿上面，这霁红啊就比较平稳，比那个狼窑红它就。一般就是盘子碗是吧，就中间小家碧玉是吧。如果是豇豆红啊，因为它比较滋润又比较温润，全是小件的产品。小件产品就是大部分都是文具，所以它的准确年代是什么呢？您这应当是现代生产的一个仿古瓷。我就说老板真没蒙您，给您的价格是就是这个一个标准的这个纺织品的一个价格，但是您这个，第一釉色烧得非常纯正，
而且造型也非常端庄。您搁在家里边这个做插花用，而且这个柳叶瓶插花有一讲究。哦，插什么花呢？您只能插一枝。哦，多了还不行。多了还不行啊。对，这因为这是文房用具，那文房用具写的时候讲究非常文雅淡雅，那花只能插一枝，歪歪的在那儿，对对对，摇曳的感觉。这啊，这阵都是相匹配的，所以我觉得您到这儿来，跟这儿上咱们节目就是花钱买点知识，没白来，没白来，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看您心态也很平和，我希望您将来以后能收藏到更好的东西啊。好，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所以它的准确名称叫做建国后，建国后仿康熙霁红釉柳叶瓶。谢谢方师，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谢谢，谢谢。本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郎窑红柳叶瓶，实则为霁红瓶。那么郎窑红又是怎样一种红呢？为什么一提起郎窑红，有人就把它称为最美中国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郎窑红是我国名贵铜红釉中的一种，它色彩绚丽，红艳鲜明，创烧自清代康熙时期的官窑。当时的督陶官郎廷吉奉谕旨仿烧前朝红宝石色瓷器，经过数百窑的失败，郎廷吉最终烧得一红色瓷器，颜色似牛血猩红，器形如美人娇艳，世人惊叹之余，便以其姓氏加以冠名，史称郎窑红。由于釉之后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窑红往往在口沿处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而郎窑红的底部边缘釉质流垂凝聚，为了让釉釉不过底足，工匠们就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釉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是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郎窑红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世人所称赞，所以有人把郎窑红称为最美中国红，也就不足为奇了。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马女士的这件清光绪窑变釉双狮耳炉值多少钱。五号你觉得呢？我觉得毕竟是有年代的东西，肯定价格不会太低。那多少算高，多少算低呢？我觉得怎么样也得要去到十万吧。能到十万是吧？好，接下来请各位，来估价，你们认为清光绪窑变釉双狮耳炉值多少钱？请输入你们认为合适的价格，请。我们来看看六位的选择，六位这一轮的出价是。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于清光绪窑变釉双狮耳炉给出的市场估价是30000元整，童慧武二号加一分，恭喜你。30000元的价格，杨景荣先生直撇嘴。你看，杨先生，这个价格您觉得市场上真的能够成交吗？这个价格你拿到拍卖会上，拿不下来，这个低了啊，低了，低了，它起拍价，那个五号还是有眼光。五号这个是一个能够锤的价吗？争到最后，这东西应当就是得价位，应当最起码就是在5万块钱以上。你这东西好在什么地方呢？虽然是民窑，但是是民窑里的精品。它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这个造型，这是仿古代的一种青铜器，叫我们有时候如果加那种耳叫鬼式炉，而且这炉呢，价格啊，要比一般的其他的这个盘子碗什么价格要高，什么原因啊？这炉啊一般是，过去是，一个是放在庙堂，还有一个放在家庙里边。搁祭祀时候用这个插那个香的，不但造型
规整，而且你这个呢釉色，在这个所有的窑变里边是属于上等的，就是同样的窑变吧，这你这个已经达到了这个能跟雍正打官款的那个釉色可以比美，嚯！所以这个拍卖行给你定的是一个起拍价，好好留着，这将来还有升值的空间。好的，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啊，那也恭喜马女士啊。看来在文物商店买东西靠谱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啊，当然自己还得有眼力，得敢下手啊。对，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谢谢你。好，请下去休息。好，接下来是第一轮的抢答题，请听题。红釉瓷器因为烧制时成色剂的不同，可呈现出不同的红色调，请问下边三种红釉中哪一个更适合做大件器型？纯送分题啊，杨老师刚讲完。A. 霁红 ，B. 狼窑红 ，C. 豇豆红。开始。二号。狼窑红是大件器型是吧？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狼窑红。二号加一分，恭喜你。第二题，请听题。窑变釉变化莫测，鬼斧神工，且窑变无双，独一无二。那么人们改变对窑变釉瓷器缺陷的认识，而将其认定为艺术瓷釉，是在哪个时期呢？给了六个答案 ：A. 永乐 ，B. 宣德 ，C. 成化 ，D. 康熙 ，E. 雍正 ，F. 乾隆。开始。好，三号。我选择 E. 雍正。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啊，雍正啊，好，恭喜你啊，恭喜你啊！这个就是因为在雍正时期，认为这是艺术了，对吧，杨老师？他准确的年代应该是雍正七年，雍正七年，对，雍正七年，那个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唐英。派那个督陶官到河南找那个仿钧窑的原料，就当年，后来把那个原料弄了以后，他在这个仿钧窑的原料的烧成基础之上，用景德镇的原料，发明的窑变，啊，因为这个仿钧窑的这个釉料在景德镇怎么调烧不出来，用景德镇这个再仿出来就是窑变，而且命名。就叫窑变釉，就是每次都不一样。我们能够欣赏这种东西，皇帝后来也特别欣赏，也特别喜欢这个，所以留下来大批的就是雍正、乾隆，然后还有嘉庆、道光的都是官窑。所以从这个瓷器艺术来说，在雍正的时期就算是开始百花齐放了，是吧？对，他的审美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啊。好，谢谢杨老师。第二组的两件宝物，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一件晚清端砚，石质坚实厚重，包浆细腻温润，祥云纹随形雕琢，古拙自然，是极具观赏性的文房用具。上刻文字为日本政界人士往来赠与之意。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一件寿山田黄石摆件，呈橘皮黄色，皮革丝特征俱全，手感温润如玉，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藏品。那么，两件出身名贵的珍爱之物，一件晚清端砚，一件寿山田黄石摆件，哪一件宝主的描述和事实相符呢？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第二组的两件宝物分别号称晚清端砚以及寿山田黄石摆件，其中有一件描述不符合事实。来，二号，你觉得哪个对？我认为田黄石比较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仔细看了端砚，我感觉这个砚的石头啊不如这个端砚的细腻，因为端砚嘛是中国四大名砚的首位嘛，它里边的这个石头最重点的就是特别细腻，里边呢还会有一些青色像玉一样的那种颜色，什么洞啊什么的。它这个虽然说是看起来是个老东西，但我相信它绝对不应该是一个端砚的精品。哦，它不是端砚精品，那你觉得它是端砚吗？这个我不敢确认。四号呢？
我这儿比较纠结，田黄这个色泽，我觉得跟照片上差别有点大。哦，所以得近处看吧，是吧？是是是。近处看，你描述一下，你觉得它够田黄吗？我说实话是它不够田黄。你觉得不够？我觉得不够。对。所以你现在其实，但是你说是寿山石，我觉得就可以。对，它这个全面寿山田黄石，哎，寿山里边的田黄，寿山里边的极品，是有点纠结。我想想，就感觉还不够黄，是吧？是是是。二号呢认为这砚台不够端，是吧？你认为田黄不够黄。好，接下来我们请六位做出选择。如果认为晚清端砚是对的，选一；如果认为寿山田黄石摆件是对的，选二。请。田大师，您觉得哪个对啊？我认为这个端砚应该是对的，这个田黄不对，是吧？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存疑。好吧，反正他们都已经选完了啊，看您猜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六位第二轮的选择，请看。一号、二号和四号选的是田黄啊，三号、五号、六号选的是端砚。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施俊超先生宣布，第二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是。晚清端砚，三号、五号、六号各加一分，恭喜你们。那一件不能叫寿山田黄石摆件，啊，所以这你看，田大师就一定不能让你先说，真的，你在我们来的大师里边，现在答题正确率遥遥领先。这一件不是寿山田黄石，它是什么，石先生？如果说这件说是寿山石，一点毛病没毛病，那么说它是田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田黄啊，它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第一个呢，就是田黄要讲形啊，那么它既然说是籽料，它的外形必须是浑圆状，天然的形状对，天然形状。这个呢就是动刀太多了，它为什么它要做这种山子呢？它就是为了规避它这种形啊。如果说它要如果说不把这个山子雕出来，那么它要留全身的皮，那么破绽就摆出了啊。所以说呢，它尽量少留皮。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料子呢，它没有就是田黄的这种润劲儿。咱们今天的这一块最大的问题，我们从直观上看，是不是颜色不够？最大的问题是在它的外形上啊，像这种呢就不能，肯定是撑不到田黄。跟田黄没有关系。就一条就是外形的形，就把它给毙了。好，谢谢石先生，谢谢。好了，接下来我们请上，描述正确的这件宝物，也就是晚清端砚的宝主。有请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艾永贵先生，有请。好，欢迎艾先生。你好，二位老师好，多宝人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艾先生，艾先生，您这个是家传的吗？2017年，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一个拍卖会拍来的。哦，在日本拍回来的。对，怪不得上面有这日本人名字啊。是的，这个赠与人是伊藤博文的儿子。当时他的儿子是在中国做这个，在小时候看电影，经常看到有卖人单的。哦，他是做那个的总代理。做这个是吧？对，当时这个田中一一呢是，对，田中一一当时是陆军的一个大将，陆军大臣。哦，对，在1925年的时候，他做了日本的首相。嗯，这个这方砚台呢，应该是我看那个铭文上记载着，应该是他的儿子啊，田中一一的儿子叫田中隆夫。哦，是1979年的时候当过日本的文部大臣。哦，在纪念他爸爸的一个活动上，把这方砚台他一拍了。捐出去了，做了个一拍。哦，是这样流出来，流到咱们这儿。那这件东西呢，是中国的东西。砚台是咱们中国的，对啊。砚盒呢是刻于1922年。这是在日本配的吗？在北京，那个后面写着“始于北京，始于燕京”，燕京就咱们北京嘛。这个砚台它应该是在北京。是在北京刻的这个砚盒。对，然后对，
您觉得现在它能值多少钱？2017年到现在2年了，一年增值10000，应该能值10万块钱。10万块钱那会儿8万，现在10万啊。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它的价值。这轮我们先听一下田大师的意见。田大师，您觉得10万块钱怎么样？我看那个砚台的器型啊比较大，8寸以上，厚度我得有3公分的厚度。有啊。这种砚台呢，原来出口到日本的都是个头比较大的，8寸以上的，它小的一般他们不要。哦，而这个你说日本人他还好这个大个的哈。啊，他这个因为他这个砚台开采它难度大嘛，盛大料的就少。这个如果是老坑的话啊，加上这个还有一个原红木盒原配的，我看日本盒，应该上10万，我感觉问题不大。上10万是没问题的啊。对对，10万你觉得很合适是吧？哟，律师有话说啊。我个人这位，如果要是认为他是老坑的话呢，那他的价值应该更高一些。如果仅仅是一个端砚的话，它最多也是个文玩。但是这里头呢，有了一些人文的历史文化，我相信它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文化价值比它的实物更高，因为它承载着中国和日本关于端砚的不同的理解，并且还有历史的名人，所以它更多的应该说是一个文物，那么它的价值就应该超过它本身的经济价值，更多的应该是承载文化的价值。好了。我们要猜的是专业的机构会评估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请我们的6位夺宝人输入你们认为专业机构会给出的价格，请。好，我们来看一看6位的出价，请看。最高有人出价到128000元，最低也给了8万元，就在您想要的这个价格上下，啊，好，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2家拍卖公司和1家古玩城对于晚清端砚给出的市场估价是8万元，童慧武一分钱都不差。2号加一分，恭喜你，一分钱都不差哦。我们要听施俊超先生讲一讲这个8万这个价格是不是一个成交价？像这方端砚呢，从器型上，刚才田老师也说够个儿啊，从雕工上来讲雕得不错啊，包括它的这个蝙蝠啊、浮云啊，这种雕的这种立体感都非常的强，而且呢也够厚。它唯一不足的一个特点的是端砚的特点真的是没有表现出来。我们都知道就是端砚呢，就是无眼不端啊，就是端砚我们玩的就是眼，如果它要是在这上边，你比如说它的这个祥云里边，然后呢透露着有蝙蝠，那么蝙蝠前边呢刚好是一个眼，那眼那一块呢又做了一个钱，你看它的这种价值跟它的这种工艺价值还有它的这个端砚的特点就全部显现出来了。但是这个呢就不明显，是没有这个眼的。我觉得呢价格给的呢还算是适中，也是因为这两年就是各方面的这种行情也不是太好啊，从这个拍卖行呢对于这类的文房件啊给出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个砚盒上有这么多的字儿，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管说它是处于就是后配盒还是近差不多跟砚台生产的年代差不多的时期配的盒，那么它这个盒呢也是算是原装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用的是红酸枝，那么也是非常高档的一种木材。那么对于这种字儿呢，我们下来之后还请宝主到时候可以再找找它的出处。如果它的字儿的考证啊它的出处能找到的话，那么这个砚台的价格呢应该再翻上一番啊，那这样的话它的价值就高了。所以说呢这个无论是从它的这种文字的记载还是砚台的这种雕工大小都是值当收藏的一件藏品。那么也希望就是宝主能好好的保存啊。谢谢施老师。好，那么这件宝物我们就探讨到这里，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是这一轮的抢答题，请听题。送分题啊，看谁手快。端砚因其唐代初年在端州开始出产，
而命名端砚，请问端州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A 广东肇庆， B 广东茂名， C 广东惠州。开始。二号 A 广东省肇庆市。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A。 二号加一分。第二题，请听题，这是一道非常难的题目。田黄石的外观特征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下面关于六个特征点的表述哪一个是正确的？ A 石形石坯石侧石质鱼子纹红格， B 石形石坯石侧石质萝卜丝纹红格， C 石形石坯石侧石佛眼纹红格。开始。四号。我这个也不知道，我蒙一个。蒙一个吧，大不了就是零分呗，是吧？对， C。 C 啊，是 C。石形石坯石色石质佛眼纹红格，正确答案是 B。 萝卜呀，施先生，鱼子纹是什么的特征？我们禁售的一种有机宝石，犀角，典型的纹路，鱼子纹。这个是违法的，是吧？对，不能。哎，不能。但是咱们要了解这知识，对，了解知识。比方说你啊，在国外买了一个东西。你不知道是什么，拿过来一看有鱼子纹，不要往回带，马上交给当地海关，因为这是违法的，它可能就是犀角，是吧？对，萝卜丝纹是对的，是吧？对，这个就是其实田黄要具备的六个特征。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一部分，哎，就是美感特别明说，啊，就怕泄题。您就知道我们这儿有题啊，石形就是一定是天然圆润。是吧？对，石坯天然形成的坯子啊。对，石色。石色啊，刚才说那个色不够，不够黄啊。然后石质是要润，要润，要紧密，是吧？对。然后萝卜丝纹是它里边的内部特征。红格是什么呀？红格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金啊，就里边的那个红金。那还是萝卜这点事儿啊？对。好，四号，在没分了啊。四号现在一号那个四号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和你平起平坐了。到第二轮结束，二号遥遥领先，三号紧随其后，五号六号也各有两分，各位加油。几轮战罢，分数已经拉开差距，二号夺宝人以四枚钱币暂时领先，三号夺宝人以三枚钱币的成绩紧随其后。名家所做的佛寿无量图成为前三名夺宝人的决战之作，那么谁将最终笑傲江湖，夺得大奖呢？一锤定音，精彩继续。接下来进入今天第三组两件宝物，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海派画家孙雪妮创作的山水条幅，远山、近水、飞鸟、孤舟，主人公若有所思的背影，整幅画作弥漫着春雨江南的氤氲之气，淡雅秀逸，颇有韵致，宝主估价6600元。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出自清末著名山水画家张之万之手，画工精湛，虽用笔寥寥，却又给人笔简意淡之感，颇见苍润，纸张老旧，装裱有破损，使整幅画作呈现岁月的痕迹，宝主估价30000元。那么两件同为山水内容的画作，一幅清秀俊朗的孙雪妮山水条幅，一幅洒脱老道的张之万山水，哪一件宝主的描述和事实相符呢？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再次提醒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一锤定音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跟我们现场的夺宝人同步答题啊。第三组是两幅这个两幅画啊，我们请李学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位作者的生平。首先呢，这个介绍孙雪妮呢，这位画家是海派一位画家，他呢不仅是能画山水人物花鸟，样样精通，这个特别是文革时期他画了大量的人物画，画得非常精到。他的花鸟画呢，特点比较明显，就色彩啊艳而不俗。这幅画呢是山水，这个你看这看这山水落款和这个远山近景，都是中国传统画的格式。
这个张之万呢也是大画家，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小楷呢是唐韵，晋卫，就是写晋学晋人的这个唐楷，他的画呢学王思敏，王思敏啊，对，当时啊名气特别大。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六号你怎么看？挂着的这个就是他的构图太过于紧密了，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河流应该是一个气韵的这样从下到上的一个的那样的走向，它又有船挡住了，它又有小岛挡。哦。啊，我觉得它的行气不通。没有人认为孙雪妮这张对吗？没有。好，我们问一下田老师的意见。田老师，您觉得哪个对？我个人看好这个孙雪妮这张。您跟大家想法都不一样是吧？我是从哪儿看的？我看那个印章。哦。印章那个右边那个这个张之万那个呢，我总感觉平了一点，它印泥的厚度不够。用印有问题是吧？还有这个它这个颜色，这个墨色呢有点偏灰。好啊，反正田老师说的你们爱信不信是吧？他前面都没错过啊，各位。如果你们认为孙雪妮山水条幅描述正确，请选一；如果你们认为张之万山水正确，请选二。请看六位的选择。哟，过来三位啊！来问一下五号吧，你是因为听了田老师说这个你才改的吗？不是，我是因为我感觉太旧了，就是感觉就是做旧的那种感觉，有旧的过分了，是吧？对。好。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李学伟先生宣布，这一组两幅画是真迹的那一张，它是。是。是。孙雪妮山水条幅，恭喜三号、四号、五号。我们也恭喜田大师，到现在为止没有答错题目啊！这题目是您说的都对了。这张张之万山水毛病在哪儿？李先生，这件印章啊，印泥，看上去比较薄，而且平。为什么？这是一个现代制版印章。我们再看这个落款，刚才我说了。这个张之万呢，小楷写的特别精到。我们再看这个落款，这个落款，既不规矩，又生硬，又不连贯。再一个看这幅画，从这幅画整体的模式没问题，格式没问题，但是从用笔上，生硬不圆润，而且这幅画完全是。做旧做出来的，就是80年代以后一些低档的仿品，就是传统的山水画格式，跟张之万没有多大关系。就是张之万，这个名字就是随便数上去的。对对，随便数上去的。我们再说这个孙雪妮，孙雪妮，这方图章，你看落款，虽然说一幅画只有一方图章，就一个印，但是这方印就是。印石的章盖上去的，有厚重感，有立体感。而且这幅画，不是说不是刚才这个那位多管人说的，就是说画的比较满。其实这幅画的意境非常好，画的是春天，远山，这个近石树船，然后还有春燕，意境。非常好，表达非常巧妙，画的传统山水的模式，落款的格式非常准确，非常传统，这么一件标准的这么一件传统的山水画，是一幅很好的一幅作品啊。这幅孙雪妮的画值多少钱呢？各位输入你们认为这幅孙雪妮所做的山水条幅，你们来猜一猜机构会给多少钱。好，我们来看一看六位这一轮的出价，请看。最高出价到
56,666元，最低是16,000元。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孙雪妮的这张山水条幅给出的市场估价是50,000元整，最接近的是盛奖旗，盛奖旗加一分。像孙雪妮这么一位全能画家，这个价格现在看是合理的啊，但是我认为如果跟当代画家比还是比较低，还是低了。对，嗯，当年这些画家呀非常非常有才，这么一个画家在现在这么漂亮的一幅山水画50,000块钱，真是不高，就算捡漏。其实我建议，藏家应该关注建国以前这些老画家的作品，价格还不是太高，哪怕名头是吧？对，这个有些名头还不错的，其实价格都未见得特别高啊。好，接下来是第三轮的抢答题，请听题。张之万是晚清名臣，请问关于他的生平描述哪句不对？ A 在中国历史上堂兄弟同朝入阁拜相的只有张之万、张之洞两人。 B 张之万官居宰相，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 C 张之万享年87岁，是中国历代状元中最高寿的。开始。六号，我选 B， 因为他说的是不正确。你认为张之万官居宰相经历四朝这个说法不正确？不正确。那他哪句说错了？我感觉的话，他不是宰相。对，他不是宰相。哦，但是他官居了四朝，是这意思吧？也没有，如果我觉得如果改成张之洞的话，他应该也没有经历四朝。好吧，我们就看你说的对不对吧。你这个理论我没听懂啊。你选的是 B， 正确答案是B， 恭喜你。李老师他蒙对了哪个呀？这个蒙对了，但是四朝他是没经历到四朝吗？经历四朝了，他四朝，但是这个四朝不对，不是这四朝，对，应该往前再推，平移一下，平移一下，平移一下就对了啊，就对了。那就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对对，应该是这样啊。哎，我们这个，那就算他对，那算你对吧？啊，加一分啊！好，下一题，请听题。这个题有意思啊，我最喜欢这类题，它是餐饮方面的题目。张之万曾向慈禧太后进奉家乡的一种面食，受到夸赞。2013年，这种面食被评为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请问这是哪种面食呢 ？A. 御膳窝头。B.御膳馒头 ，C， 御膳枣糕。开始。三号，我选择 A， 御膳窝头。这是你蒙的呀，还是你吃？因为我到，对，我到过河北省的沧州市去过。沧州，沧州怎么了？对，那是之前去的，去看一个朋友，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了这个有写的御膳窝头，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比较这个有名的一种食品吧。是吧？嗯，你这个去沧州看见的是吧？你还没去河间呢，写着御膳驴火呢，是吧？哎，你还没去天津呢，写着御膳包子，是吧？好吧，你选的是 A， 御膳窝头。我们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是 A， 御膳窝头。恭喜三号加一分。好了，结果通过这么一题吧，哎，三号很意外成为了今天第一名，你现在有5分之多。那么六号跟二号呢同积4分，我们要决出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三名。现在请二号和六号通过一道题的抢答来决出你们的排名，请听题。这是说到今天那枚钱币，战国元字环钱的外形不是下列哪种物品演化而来？就是下边哪种物品跟这形状没关系啊？纺轮、玉环、
玉璧、农产二号和六号开始。二号你抢到了，二号你的答案是 D， 农产是吧？对，正确答案是 D。好，二号，你是今天的第二名，六号排名第三。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最终的排名已经出来了，进入最后一个环节的三位分别是第一名的三号、第二名的二号和第三名的六号，进入今天的最终环节。今天的最终环节，我们拿出的宝物是一幅姚华所作《佛寿无量图》。本幅画作是姚华所作《佛寿无量图》。姚华是民国著名篆刻家，其在艺术多方面的领域里都有所建树，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大家。姚华是科举制度下最后一代文人，他学问渊博，精通文字学、音乐学、戏曲理论。由于在戏曲方面的广博学识，使得他在梨园名流中极受推崇，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等人都常拜访他，尊他为师。在书画方面，姚华擅长山水、花卉和提拔，隶、篆、行、草无不精到。民国初年的北京画坛，姚华、陈师曾两人被并称为姚陈，是当时公认的画坛领袖。而更值得称道的是，姚华是清末民初极负盛名的铜刻大家，与陈寅生、张悦成一起被后世誉为近代刻铜三大家。而本件藏品，姚华以红色朱砂所绘，寿佛的形象简明纯粹，线条明快，笔触生动洒脱，极富张力，题字笔意娴熟，功底深厚。那么这幅姚华所作的《佛寿无量图》，现场的嘉宾们又会认为它价格几何呢？好，姚华姚芒父，现在机构会给这样的一件宝物多少钱的评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题，大家需要来伤脑筋的答案。我们来看一看三位前三名，拥有不同的答题次数。好，出价开始，请抢答。来，三号，李佳彤，你的第一次答案是多少？20万。20万元是李佳彤的第一次出价，20万元。请听提示，这个价格就算是给大家做了贡献了，它高了，继续出价。二号，85000元。童慧武的第一次出价85000元，请听提示，这个价格高了，继续出价，没那么高，知道吗？没有那么高。哎，好，盛蒋奇用掉了他唯一的一次机会，我出14万5。他没带耳朵来，我发现啊。好，盛蒋奇出14万5000元，这是他的自由，没有问题啊。刚才童慧武出85000，我说高了，然后你出了个14万5，在我们节目里首次。糟蹋了自己唯一一次机会啊！来，继续出价。李佳彤，68000。68000元是李佳彤的第二次出价，这个价格两位请听提示，低了。正确答案就在68000到85000之间。洪卫武，73000。73000元，这个价格请听提示，低了。这道题很难呐。你赢了。啊，因为73000到85000，73000和85000全都是童慧武的出价，对于李佳彤来说非常困难。好了，时间到了，李佳彤。
你的最后出价是，快说，不许想了，快说。8万。8万元整。好，对于姚华的《佛寿无量图》给出的市场估价是83000元。我赢了。最接近的是佟慧武，佟慧武的第一次出价最接近标准答案，恭喜你们，啊，恭喜。这个价格，李先生，您觉得怎么样？姚华呀，作品很多，他的作品呢，价格也不一，有的高，有的低。像这类作品，83000元，应该是目前的市场价。我说为什么说这个时期的画家作品价格低呢？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要是市场好，不应该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往年是很高的，是吧？对。好，谢谢李先生，谢谢。2号，请上台，请田磊大师亲自为你颁奖，来，有请。来说一下获奖感受吧。非常高兴能参加一锤定音，尤其夺宝实现了我原来的诺言。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特别对大师的这幅印特别喜欢，真是特别高兴，谢谢。好，恭喜恭喜，再次感谢田大师，谢谢。好，恭喜。啊，我们最后掌声要送给今天的三位专家老师，三位老师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感谢今天所有夺宝人的热情参与。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在此提醒各位，每个月20号，北京红玉博古玩城是我们的节目宝物初见会，欢迎您前往参加。我是朱毅，下周一锤定音，我们再见。